ground shake.61万，这个就用橘色。哎，不对，黑色。色调是亮橘色，那我副色调也亮橘色，这样才有一致性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看看这个帮会在哪边？哦，这边啊。OK， 车顶隔热纸，侧取，算挡泥板吧。那这老流板有什么？啊，终极尾翼啊。下雨天开这个车还 OK 啦。这台有防撞的功能，应该是冲撞用吧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正前方的仪表板部分啊。哦，皮革质的。然后贴图还不赖哦，为什么他那个贴图有点马赛克？应该是图不够精致吧。好，这台车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